感觉可以把神通换掉了。所以他刚刚可以做客部职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同招嘣，炸烂！卡嘣，宝贝！可是我动不了啊！等一下，希望来个瑞瑞之类的，只要有瑞瑞都好。哦，这个就是电脑命吗？瑞瑞啊，你根本是在冲康青龙！还没洗干净呢，这边我应该会做一个天庭号了。他铁兽，我就直接做一个仙仙，搞死他！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红，这个要炸掉。等一下，我把牌换掉，还是让他没办法堆木？等一下，啊，哪样会比较狠？我这边叠个霍普好了，就叠，等一下 ，M 六、M 七也可以。等一下打打，然后做两束彩。哦，完蛋，又不看效果。这个效果根本没差、啊，多余的。哎，这边要细节，细节调心。过，都过，都过，过过过过。啊，过过过过过。可以按吗？他底下通招下来不就好了吗？嘣。然后可能底下会有只牛，哦，
哎，十三连胜了，我的最高连胜，终于要突破了吗？完蛋，每次都是要第十四连胜的时候，被奇怪的东西防守。我记得第一次坏灰是被那个火山恐龙。奇迹99连胜，这牌有料。欸，他只换人了，真假？哇，有狙，有狙就有点尴尬了，不想动了。电脑机也好啊。我这样的话想要直接换人，反正我有陨石，然后我的自制捡不到牌，尴尬啊！做错了，我应该要丢一张电脑机，然后回手。哦，影音融合哦。有，我刚好看到星婆诞生，陨石好像丢不到哎。然后对面只要拍一张位点，我就难打了。蹲蹲，会想要提前的很少哎。去去，下周跟你建满娘账号。想要摸几把。我记得下周还有声放送。没有要抽啊，可能现在的预程我们才会玩，就比较困难一点。哎，你听到了？滴，没有，今天没有很热，我现在都把冷气当暖气啊。你有抄袭野花哦，可以啊，舔爆！哎，有位点的话，我要输嘞，可能要变成二数炸卡了。等一下，位点可以用青龙解吧？我记得。哇哦，他就把我除外，酷哦！
等一下我们要用青龙，然后去点小米，然后继续做事。哎、欸，干，他把我东西除外，鸡掰。哇！我应该要先抓牌的，完蛋！这个人有料。他是个高手。里面还剩一张玄武。有个打法是 C 玄武，然后拿埋青龙抓怪。可是遇到小米就没辙了，真的比较好。怎么办？好难赢哦，这把。有十点，但怪怪的。哼，一下可以复活一只，但我就没有下一只了。做个打法，要复活一个三，然后埋朱雀，然后丢这个，然后做九，然后 BFD， 感觉还有点机会。这边把娘娘回收吧。哦，仙仙的这个，他这个举动限怪兽，魔仙不行。等一下，复活一个三星的协调。完蛋了！完蛋了！完蛋了！啊，没得打了。等一下，我拿飞机要跳下来，好烦哦！我刚如果做 BFD 的话，还可以卡一吞。
嗯，我的网络、喔，我自己玩那个战场雅夫的时候也会这样断线，超北宋。每次打到什么天湖局了就断线，两把不能动，两turn不能动，我气死。等一下，他可以回收位点嘛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十四连胜了，因为他解不掉朱雀，所以他输了。强牌，哇！所以我那个炸魔法的我放两张，我超怕黄金琴的。瑞瑞为什么不抓附魔那只？那时候可能就打错了。我看到这个手牌，有点想要买主那个哎、欸。啊，完蛋！瑞瑞被人先动。瑞瑞先动的话。我可能就没有朱雀。我这边会想要买玄武，然后拿九龙。啊，对，我刚刚忘给牌组。哎、欸，我记错了吗？点怪拿魔法啊，拿零零吧。点怪拿魔法，点魔法，点魔法拿。哦，对齁，点魔法不能拿魔法。我以为是我买什么的时候他会做什么，我记错了。这里好像随便，我可以再抓一个瑞瑞，然后去补特招。哎，我自制是特招的嘛，所以等下可以起飞。那我先做抽一张。等一下，我通招三就可以拉三了。娘娘或朱雀都可以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个就不发。小芬啊，小芬挡我一张牌，求之不得，谢谢。我合理怀疑他是闪刀机。哎，我觉得不要放这边比较好。万一是电子龙怎么办？好，还是乖一点好了，放下面一点。我怕。
真的会怕。而且我在想要不要挂一张电报，有时候可以挡，就拿来当墓穴指令针。啊，讲错了，那个当磨砂的材料。黑魔岛，黑魔岛，我要想一下。噔噔噔噔噔。哇，等一下他会无效效果一次啊，这太狠了吧，这样打屁啊。真的啊，这样打个鸡鸡，两个都魔法使足。通招有事吗？发效果有事吗？它限定是魔法不能发动，对不对？哈东德基奈，我可以把一张炸掉，然后我就可以动了。完蛋！这也没有办法，我先可以复活一只，可是要三星复活才能变三星。干，好烦哦。有，我看到消息。这个要先杀，这个烦。影一可以玩玫瑰草的吗？是可以啊。就是会变比较弱而已。我想要提前发这个效果，你可以找台大抄牌网那边看有没有，我记得是没有上位的可以抄啦。看这张真的有欠点，算了，换人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对，没了，柴都没了。复活六星，丢朱雀，加三星定 BFD。要怎么这样变？玄武丢出去，可是他只能调薪本家的啊。对啊，复活老老，然后嘞，老老加三变九，哎，真的哎，九加九可以哎，丢吼，这个我忘了。
现在好像很危险哦。哎呦，上位召唤，那我要被除外了。再见了，兄弟。他连打都不打，还是他不能打？通知好事吗？特招有事吗？干，真的好想把这个拆了，气死！越看越生气呀、啊！哇，他可以特召牌组的黑魔导、欸、是，所以有时候会被除外，还能打，除外我这个，你会后悔的哦。要你后悔！棒！终于可以动了吧？像啦，啊，我们抽两张。